今天奇摩有一个客人来自新北市的余先生，跟我们购买两把球拍，一把是 Stiga 的经典 OC， 然后另一把是 Mitaku 的 Subtier 中值，这支也是很经典的球拍。那它搭配的胶皮 F1 Plus， 一红一黑，两张都是一样，两组，对吧？准备开始上胶水。那像中指的部分，正常来讲我们前面会留一点空间，因为要扣住，那所以说大概留1到 1.5 公分，所以皮大概就贴到这边，不会说贴满，因为贴满的话整个平衡点包括要抓球方法也不太一样。大概这样子，可以涂稍微多一点，因为皮我们不会粘到那么上面。胶皮准备上胶，等胶水干 ，OK， 稍微等一下，胶水干了就可以准备粘贴了。今年这把，再就这个中指。位置上大概就是抓1到 1.5 那边就可以了。大概是这样子，
你要扣的话，大概留这个位置要扣比较好扣。干一下，好了，最后两面，后面的话就是直接贴满，但是要注意，因为有一些大鹿皮，它的皮比较小，有时候撑这种板子后面贴满会不好切。那这种日德系的皮的话，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它贴之前最好是先对一下，因为中指它面比较长一点。